三炮车机械法。哪泽伟？我一打一有时候都打不太赢的，一打一都打不太赢，还一打二。Brusk 现在送来在这边，哇塞！尝试一下会不会被炮车炸，这样我就知道敌人的位置。去这里呀、啊？为什么你不动？看 Brusk 在哪里？干他们 S I 硬吃我啊！疯狗，刚刚炮车炸到我了。这里的人又不看他，然后他就可以这样直直开出去，你知道吗？真是晕倒！这队友每一个都，你在这里干嘛？你到底在这里干嘛？每一个巷子口都不看，他到底是在忙什么？Fuck you！ 啊，炮车一直盯着我站。我们八旗这种人到底在干嘛？那 C45跟 T22A 两个在那边干嘛？Come on, man！ Fucking idiot, dude！我的血就被这些人用掉，就这些傻屌，
一群在那边取暖的猪。你看哦，像 Brusk， 你跟我说他在这边干嘛？你跟我说，他还只剩下多少滴？300。你看吗？你跟我说这 Brusk 在干嘛？天哪！你有看到这 S3A 他妈的鞋子满的吗？我们炮车在盲炸，你知道吗？他没有东西丢，所以他就只能盲炸。啊！他们现在外面这边都是人，他们炮车可以移到这边来的。然后你站在这里，你一样也会被炮车炸。炮车只要站在这里，跟这里就有办法炸。这 T 2 6 1 5是他妈的要死了，是认真的吗？他想要从这边干掉那个 T 2 6 1 5。天哪，这 T 2 6 1 5。我真的是不知道这 Brusk 到底是在玩什么。上 H 一，看楼一开出来了，有没有？Brusk 从某一手上逃走，你看到吗？哇、哦，他竟然停下来 ！What the fuck？
哎、欸、靠 ，Come on man！ 亮。 对面的 Brusk 我觉得他也不会玩。哦，700多真伤。这台 STM 我记得是残血的。但我没有 HE 了。Hello, sir. Pojazd przeciwnika został trafiony. Mam cię. What？ 那。我知道他拿在这里。在这里。Really？他在哪里 ？What the fuck？ 他在哪里呀、啊？那为什么我第一开始会被亮？我一开始经过，他不会躲在底线吧？
他可能躲在那个 S51 的旁边，他应该躲在 S51 的旁边。这个是阿泰，他的动作非常合理，你知道吗？真的。这个是台湾人，不予置评。这个我不知道是哪里人。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哪里人，但是，他是机器人吗？他正常没有开过炮。原始经验是1041加590 1631 31点，各位31点，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我一开始就没有写了，他有被打啊，他残血啊，我有看到他残血啊，我看一下，我记得我有看到他残血，我没有打到他啦。干，这一场几乎所有的人我都射过了，好不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十五个玩家，我射了十二个。这，你叫我怎么办呢？我也想玩游戏啊，我也想。还好那我们那台炮车，我其实要感谢他，他把那台炮车把 R 圈砸掉，你知道吗？这 M12他砸掉了，不然的话我搞那台 R 圈还要搞很久，你知道吗？我搞那阿圈还要搞很久啊！来31点，各位